其他消息来关心，代考中心伫顶日也是表示讲，确诊的考生是无法度参加学测的，是嘛无法度补考，这是引起家长团体不满。因为今年七月份的分科测验，无要考国文、英文甲数学乙，家长团体就批评讲，那安尼生这学生囡仔，毋是等于干那会使点考？面对不满，招联会有宣布讲，会提供其他招生的管道来补救。因为家长团体是认为应该保障考生的权益，让考生会当点便宜考试。新型学测就要考啊！桃园机场的疫情继续来扩大，桃园考区的考生甲家长难免会紧张。当然大家都怕，没有不怕的。目前是还没有这个有高三学生有学生有确诊的这个事情，我相信桃园市也会做很好的准备的。嗯，因为市长小孩今年也要考学测。全国高级中学家长大联盟指出，代考中心前两天宣布，学生若是确诊未使考试，嘛无补考，予真侪考生甲家长更加烦恼。因为今年分科测验无国文、英文、阁数学乙，若是确诊，差不多就要停考。呼吁教育部提出配套。部长潘文忠昨表示，会甲教联会代考中心来研究维护考生的权益。不管是翻新入学或申请入学，乃至到分科测验，那么都来研议一个相关的配套措施哦。伊另外增加名额作为配套，全国联认为幼员无够。干事长张坤成更加烦恼，确诊考生权益无法度完全保障，可能有考生为着考试归去，无留下任何的行踪。私下讲，大家都不会公开讲。是第一个，我不再刷十连制，而且是家长跟小孩都不刷十连制。第二个是，我也不会去参加筛选。那这不是就一个对从防疫而言是反而是一个最大的破口。教联会上班十时进前会公布配套，联名各一届对教育部来划位，那是确诊学生是轻症也是无症状，应该会使伫咧病院考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